用水了。那你妈会来啊？我你爸爸，我挖到石头了。我要不要乱丢哦？姐姐，大石头。林伯奇，你要去哪里？嘴巴哎、欸！我叫凤仙少爷。当时他家里比较方便，阿妈也不急。我那时候看你几位就好，那个很厉害，那个今天普及不到晚上，那好辛苦。啊，那个方便。阿晨晨呢？赶快来，他等姐姐啊。他留下来了吗？晨晨，那是什么车？脚踏车是长这样啊，那是脚踏车呢。那是移动车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对？对不对？我破掉。那等下去哪？我回去洗澡啦。兄弟戏强。